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655集的节目。今天3月8号，然后昨天3月7号我已经去看了变形金刚第七集的电影，我有做了一个小小的分享啊，我个人觉得相当的不赖啊，特别是在变形金刚出现的时间占整个片子的比重呢，可以说是1到7季以来最多的一集，看的还是比较过瘾。而且它有一点非常的棒，它就是把变形金刚的战斗还有剧情推进都跟变形有绑在一起啊，这个大家去看了就知道啊，它不是为了变形而变形，是它的变形是有融入到剧情里头的，在一些画面的推进的时候呢，真的是看起来会非常的过瘾。那今天的话呢，我就跑了一趟反斗城，我特别去买了一个大黄蜂的玩具回来。好，为什么买大黄蜂的玩具？是因为我发现我没有什么第七集的玩具现在可以给大家做开箱，所以我就特别去买了这个，也算是代表人物了啊。那因为很多人可能还没看过，我就不爆雷了啊。那么这个大黄蜂，我当时觉得说很奇怪，为什么它这个光打这样，好像是有两个胡子，对不对？我是不晓得为什么它做成这个样子。那玩具本身我已经是第二次在实体店看到它，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呢，根本就不会想要买，除了说我不喜欢包膜笔之外，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颜色实在太奇怪了。光从盒子里头你就能够看到它的黄色非常的鲜艳，这个跟我印象中的那种鹅黄色啊，比较好看的鹅黄色是相差甚远的，再加上色差非常的严重。后面这一块部件，门窗这个部分，你看得出它是一个透明部件，涂上了黄色的漆，所以它的这个就变成很明显是一个柠檬黄啊。然后这个肚子这里啊，是在黑色部件上涂的黄啊，又跟这里又不太一样，跟这个原本就是塑胶黄啊又是不同。那第二个毛病是它的涂装的部分呢，不算少，但是它的细节完全都糊掉了。也不是说它刻线做的不好，是真的。这个真的是需要一个做一点点旧化，如果你渗线渗下去的话呢，我相信它的玩具的看头会好上很多啊。但无论如何我们拿到的话就感觉它非常的素。那偷叫的部分就是在这个脚后的这个地方非常的大，另外轮胎直接放在侧边也感觉比较廉价，但是它有一个轮胎居然打了铆钉，这一点倒是让人家觉得很感动了。那轮胎的另外两个轮胎收纳在背后，这个我能够接受。那它的武器的话呢，可以卡在这里的话呢，是你不想拿的时候只能卡在这里，平常变形的时候应该是把它给拿下来的。另外它有一个这个保护车窗的这个防护杆，平常是按在这一边，那你看这边两边造型不一样，它这里可以放这个盾牌啊，不对，应该是说就是这个零件。另外一手的话呢，我觉得是这个玩具里头，以现在的玩具来说，这真的是一个加分点，就是手炮跟拳都是可以变形的。那这是手炮的一个造型，这样子啊，虽然是细节很少，但是它至少是可以变形的。那它变形也很简单，这个地方把它给拉出来一下下之后，做一个旋转，这样过来再推回去啊。如此一来的话呢，拳头就出现了啊，有一个可以变形的手炮了啊，还是有加分的。那这个防撞杆的部分呢，两侧拉开，它变成了一个武器。这个武器有点像是什么啊？就是那种好像日本的那种古装剧里头那种捕快拿的那种兵器，是不是？那印象里面电影里头应该是没有出现这样子的兵器，但是反正它附了，我们就把它给装上去。而且呢我们也可以想象吧，至少它是把车上的零件呢转化成武器啊，也算是有一个武器一个比较好的收纳了。那这个胸口啊，我一定要特别赞美一下了哦，胸口的造型做这样是很成功很漂亮的。在电影里头它有一幕呢，预告片也有了，就不算爆雷了啊。它从这个一颗运输机上面这样跳下来的时候呢，可以看它两个胸部真的非常的大哦。就你如果说这个家伙是女性机器人的话，可能我都相信了啊，真糟糕啊。然后呢，所以它这个突出来的这个特别强化突出的这个胸部啊，我是给予大大的赞赏的。它这里有一个卡扣，从这里扣下去啊，尽量压紧一点。那它的头啊，有时候往上抬，这个地方会爆开啊，比较可惜。它这个地方其实卡不太住啊，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。那可动的话呢，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，然后后方有这个透明的部件啊，可以看到。但是它前面又涂上了蓝色，所以其实透光的话，应该是可能是透透，几乎是透不出来啊，等于是
没有作用了哈。那手臂的话呢，平举啊、二头肌的转动啊、手肘啊、拳头都是可以转动的啊，这一点非常的好。那另外一手是转过去是手铐啊，所以它就不能转了，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理解。那也有一个腰身的，腰身在变形的时候呢是需要转动到的，那脚前后左右踢啊都没有问题啊，弯超过于90度，脚踝接地啊什么都是有，脚底板也很大。那么这一款的这个髋部的球关啊，是可以想象的啊，未来一定是会松掉的。那这里的话，你看到没有？它这里是有一个，它是有一个角度的，它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虚位的啊，各位应该能够看得出来了啊，这个地方缺了一块肉啊，相对来讲比较可惜。综合来说呢，这一款的人形最大的槽点了啊，最大的槽点应该是色差太严重了。那它的翅膀的体型呢？它翅膀的面积很大，这一点我有喜欢。就整个造型来说，特别是配合这个胸口，而且看过电影之后，会觉得它的造型其实是很不赖的。就是这个颜色啊，实在是让人有点不敢恭维啊。就除了色差之外吧，整体还是比较偏亮，这个不太好。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这一款大黄蜂的变形过程了啊。首先的话呢，背后这个部件翻上去啊，这个手也抬起来，这个后面这个部件的话呢，也给抬高一下下好了。这个部分这里把它松开来，好，整个抬上去，整个抬上去。我的习惯吧，先把腰转180度啊，这样比较简单。再来前面这里就很简单了啊，前面这个地方的话怎么做呢？先把手给放下来。这个手放下来的感觉就有点这个电影里头它变形的一个形象，然后呢，前方这里两片轮胎翻出来之后往前面盖下去，这个盖下去啊，这里到这边，哎，这个感觉很舒服啊。然后待会这个部件的话呢，这里有个黄色的凸，对，灰色的凹，这个最后再扣啊。我的习惯吧，我们先把这个脚后面的部分给变完，这个腿脚掌收进小腿后面之后呢。这个身体这个部件呢，往前面推，往前面推进来，推进来之后的话呢，两侧这里两个洞，我们要扣进这里面有两个凸，那我们就把它往后面放下来。这个呢，我个人吧是强烈的建议呢，我们从后方先扣，后方由后方往前面扣过去，可能在变形上会比较简单。那因为这样子是看不到的，你只能凭感觉啊，凭感觉去把凸跟凹放进去，这个还不会，那你就问题就大了。后面这里扣好之后呢，这里就是有一个水蓝色的空间跟黄色的部分把它扣上去啊，OK 扣上去了。再来的话就是把这个手臂往下放，你看到没有？这里有个黄色的凸，它要扣进这里有一个缺口。那因为两手造型不一样啊，另外一侧的话呢也是相对应差不多的位置在这里，把它给扣进来。最后就是把这个地方扣过来，你看有一个灰色的，这样啊，我个人的话就是还是那么一句话，我个人是强烈的建议啊，我们是从后面往前面扣过来，你会比较简单一些，比较简单一些。那上方这里的话呢，你就稍微再抹一下，因为它这里的裂缝啊，确实是比较严重的。那我们整个变形的话呢，基本上到这里已经差不多完成了。那我们把它的武器啊，两侧把它给组合好。卡回去，然后呢，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，好，扣一下。那上方这里的话呢，则是这样子扣，它中间有一个方形的凸，两侧有两个圆形的这个结合孔洞，这样子把它给扣上去。好，那这样一来的话呢，我们这一款电影第7集的 Deluxe Class Bumblebee 的变形就算完成了啊。那么呢，我们的说明书也好，盒子也好，都非常奸诈狡猾的呢，给你看这个角度没什么问题。你翻到侧边看你就知道了啊，这个就跟看网友一样啊，这个换个角度就见光死了。底盘的话呢，可以说是一塌糊涂。那这个部分的话，尽量往上推，那往上都推到底的话呢，滚动性是还可以的，啊，毕竟是打了铆钉的，推起来还是比较顺畅。OK，那它的后面，你这样看真的没什么问题，就是。主要是这个脚了啊，这个脚你看，你突然后面都跑出来。这个手我可以姑且就先不忽略掉它。那另外一个问题在车子里面一样显现出来，就是色差的部分还是非常的严重，中间这一带。而且我这个开门就见中奖了，这里有一个刮漆刮掉了，非常非常的让人家觉得不爽。然后后方的涂装给各位看一下。
那么车型来下吧，最大的亮点可能还是它的滚动性啊，又打了一个铆钉。那防撞杆变成武器，这个设计也还可以。整体来说，它也没有说到很差，就是这个色差的问题，给人感觉它非常的廉价啊，非常的廉价。那电影已经看完了，个人是给予比较好的一个评分。各位的话呢，还是可以去看一下的啊。那希望未来的变形金刚还是持续的有这种电影，那我们就一同来期待。那就希望各位呢观影愉快啦！今天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